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段荣，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解阿尔法围棋自战50局，今天我们为大家讲第46局。好的，下面呢咱们进入棋谱。三连星，黑棋三连星，对付三连星呢，阿尔法也不点三三，点三三的话，黑棋配合比较好，它是挂角。那么好，黑棋点三三，这招法，这我只能说围棋是很自由的东西啊。可能按照我们就是说一般人的固定观念啊，以学棋当中可能不知不觉形成了一些比较定式化的这种固定观念。三连星呢是要就是说大模样嘛啊，棋子都走在高位。是要比较重视势力，这个跟那个点三三好像是前后不太连贯的。点三三是比较重视，很显然是重视实地，就是连贯性感觉是不是有点问题？但是阿尔法围棋它根本就不会有我们这些固定的这种思维模式。好，还是走出一个阿尔法点三三定式之后呢，白棋又点这个，白棋把这个给点了，一起挡。我们也注意到，不管是对方的中国流也好，或者是三连星也好，阿尔法在好几盘棋里面，他挂角对方脱先的话，他都没有选择双飞燕，没有选择双飞燕，而是直接点角。贴起来，这个也是可以说固定的变化啊，他就没有选择过什么粘之类的变化，都是贴起来，几盘棋都是如此。A 的扳，连扳，这也基本是必然的。长，贴是很要紧的一步，要点必须下。好，从这里开始，这个局部的下法有所不同。以往呢都是黑棋中国流，白棋就退。黑的争吃，白棋拐，是这么下的。这一盘它有所不同，白棋是扳，直接扳上来。那么黑棋当然要扭断，断是棋形的要点。断了之后，这个很明显，白棋必须补断点，补在这儿，这也是。这可以说是最干净的啊，补的最干净的一个下法，也只能补在这儿。那么这个局部啊，我们再简单讲一下，这个局部本身白棋这地方是有。断点是蛮多的，冲完如果白棋都跟着硬，黑棋冲完断这个再断这个，然后再断这个，如果下成这样的话，白棋恐怕这补的就不是那么不像刚才那么干净，白棋大致只能粘在这里，这样的话感觉黑棋的借用就
借用就明显增多啊。但是呢，黑棋冲的时候，也许是啊，担心白棋把这两个给开了，这也是相当恐怖的事情。这两个子被开了，这个损失无法估量，冲不着，所以黑的是直接断，白的不在这儿，黑棋抱吃，白棋挺头，白棋搬，让黑棋断一下，就是为了挺这个头。挺完之后呢，这里有一滚包，非常舒服。黑的长出，这是必然的。那么现在这两个子是棋精，白棋可以趁机滚包一下。之后呢，跳过来是要点。这地方白棋跳过来就把中府控制住了，就是也进攻了黑棋这两个子。如果黑棋往中间出头的话呢，白的这四个还不安全，所以跳显然是要点。黑棋点，好，普通的想法呢，这两个子还是棋精，得粘上。粘上之后，不知道黑棋会下哪里，也许是在这一带跳出。实战白棋就没有接，实战白棋的下没有粘。这个粘本身从目数上来说的话呢，从目数上来说，它价值也不算大。但是粘住的话，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它的作用基本上就是进攻黑棋这三个子。如果进攻的这个状况比较理想的话，这个粘就很有价值。如果攻不着黑棋这三个的话呢，这是从目数上来说，这步棋是小的，因为接黑棋这边已经很厚了，接不接对黑棋这边都没有多大影响。白棋没有粘，说明他判断这步棋价值并不见得大，粘的话黑棋这块也许也可以轻松处理。没有粘这个，而是脱先了，搬在这儿。这地方怎么说呢？也就是说，白方阿尔法围棋觉得这步粘并不算太大，但是黑方觉得很大啊。这是我们按我们人类的表达方式是可以这么去说，所以黑的把它给吃了啊。那么黑棋吃完之后，黑棋当然很厚了，但是白棋外边这几个子呢，也并不是就没有用啊。它外边这些子对中府还是有影响力的啊。那么搬了之后，黑的脱先，这时候白棋该怎么走也是一个问题。长当然就不可，长被黑棋一搬，那黑棋脚活得太舒服。一般的想法呢，比较紧凑的呢是两种，一种是搬下来吃脚，把脚上吃掉啊，这也是一种变化。另外一种呢，我搬你既然不走，我搬进来，整体进攻你。相比之下呢，我觉得如果是我下的话，更倾向于搬进来，整体进攻黑棋，不肯让黑棋拔一颗子。那实战白棋的下法，挺有意思，有点让人出乎意料。白棋是单粘，往这单粘一个，问问黑棋怎么走。黑的如果长出来，白棋再搬进去，那就表示这两个交换白棋便宜了，觉得这两个交换白棋便宜了。而黑棋呢，没有长，而是直接搬到脚里，这样白棋当然要搬下来。黑的打拔，好，打拔。
白棋这一个后势加上这些子，看起来中府这一带白棋还是有一定潜力的。照我们普通的想法，哎，白子都在外边，好像连贯性的动作是不是应该开始经营大模样，这一类的大模样这一类的。而阿尔法围棋它不是，它还是它也很连贯，它很连贯的继续它的爱好点三三。又点进去了。那么黑的当然挡这边，然后飞，好，黑棋下了个最平凡的啊，普通的长一长。这个呢，我们很容易理解，黑棋把自己下后走过来，实际上对白棋这边的外势和中府的子都是等于把白棋中府的潜力给解消了很多。白棋跳，这个也是眼见的好点，如果这放颗黑子就可以看出来黑的膨胀起来了。白棋呢，白棋中府的潜力显然被这个限制了，这可以说也是双方消长的要点啊。白棋走了这消了黑棋，自己中府长起来了，那这是漂亮的一手。黑的这儿，如果按我们普通的这对脚上的这下法小飞挂，那白棋加工过来恰到好处。黑棋往这边一路，白的如果要守脚，黑的可能飞一飞之类的，总之往中间去，把这一带白棋的潜力彻底的解消。白的判断还是要往这边加工，还是要经营这一带。大飞，寻求根据地，尖这个显然是要点。跳出，这都很容易理解。跳这个，如果在这边走的话，黑的就震出去，中间又没了，中府的潜力又没了，所以这个跳是要点。黑棋往里爬，这一爬呢，黑的基本活了，这一块基本就活了。之后白棋这儿，这也是漂亮的一手啊，这一掉轻飘飘的一掉，这个白棋中府的规模又增长，同时又消了黑棋，看黑的怎么补。如果这么补，这两个交换白棋显然便宜很多。将来还有打入，如果这样围，这还留着断点，让黑棋很不舒服啊。白白的，比如说这一带走过来，这个中间潜力相当大，并且呢，将来被白棋一扳粘，黑的还得补，这空围的很别扭。我们来看黑棋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不走呢也不太行，不走被白棋下来的话，这块有一种要被攻受攻的感觉。搬，然后呢扭断，搬断，这个我们在他以前的对局里面也看到过这一招。搬完现在如果粘，如果只是搬粘，那么白的可能就爬一下之后脱线。这搬粘对于这边这棋形怎么说呢，有点呆重，将来被白棋打入，这眼形既然在搬这个是先手的情况下，这虎在这儿跟粘的差别还是挺明显的，眼形差太多。但是虎的话呢，白棋一定是要打，
打完之后黑棋还是很薄，如果你再被迫在这边再补，那就非常难受。所以黑棋为了搬到这一下，现在搬呢肯定搬不到，劫不可能疯狂的一路做劫。为了搬到这一下，他施展出一段，白的不能打这个，打这个被搂包王拐死了。那么这时候白的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吃这个，一种吃这。吃这的话呢，黑棋轻松打到。白棋为了避免劫，避免打劫的话要粘，那黑棋一虎，虎到这个这边等于已经补好了，之后呢还留下拐这个是先手，拐这个是先手也很重要。你如果要爬一下送黑棋进去，那对这边有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么黑白棋实战不肯这样，不肯被黑棋打到虎道之后还留着拐的先手，他吃在这儿，吃在这儿。黑棋如果仅仅是这样打呢，白棋一立，这个黑的倒没什么啊。如果就是这么打了虎的话，这个拐是后手，这两个子之间位置差别很大的，这个拐是后手，白棋这一带照过来，这个非常可观。所以打这的时候黑棋必须要奋力追求一下，一路翻打，这白的不能立，立被这再一打，这个劫就严重了。这打输了，白棋就等于马上死掉，这所以当然是提，黑棋一路在包打，在这拼命纠缠，缠出一个劫来。这劫白棋当然不能被打回去了，提。搬，所以这搬断也是一个这种局部长形的脚上的常用手段啊。搬一下找劫，提过去，点进来，进攻黑棋的同时也是找劫材了。这地方黑棋挤一个有先手的味道，白棋如果接的话呢，黑的一挡，这白棋点这个就送进来了，送进来了。不知道黑的挤的时候白棋会下什么呢，也许会贴起来。那个吃的话打一下然后退，黑棋可能担心这个，白棋把那俩断了的话，这一块还是挺大的，所以未必挤得到。白棋点进来，黑棋老老实实硬了一个爬，黑棋退呢，白棋当然就太愉快了，这先手便宜完了之后，连破眼带这个收控，然后下一步在这一带不管走哪再来进攻黑棋，这个白棋太满意了，所以黑棋反包围，反围过来。这个白的如果是这样扳断，扳断的话，这黑的会走什么，这个也是一个问题，也许就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黑棋就这么打吃完了顶住让你收气。 你如果这么打的话也是挺损的，完了再搬，虽然可以吃掉黑棋脚，但是黑的这一打吃白棋不能要，
也存在这样的可能性。或者呢，黑的灵活的搬这个，灵活一点搬这个，你如果挡的话断，我再断。这个白棋不太妙，这要顶的话被一打再一打，这不像样。黑棋还是搬这个的可能性更大一些，黑的总之比较灵活。你如果这么粘上，我又绕到这边来，白的也什么都没吃到。顶的话也是同样的，也吃不干净黑棋，黑的脚上有搬。就算冲断了收收气，白的吃的也不大，所以这步棋还是蛮强的，比这个傻傻的退回来强多了。白棋搬脚，这时候黑棋要退了，那么这两个黑棋已经显然便宜了，白棋做活，黑的往里去，还是要以解消白棋这块的潜力为重。飞提劫贴，进入提劫，这个贴啊，黑的如果胆敢削劫把白棋那块吃了，这个那白棋恐怕也没得选择，只有是杀黑棋这块，至少杀在这儿，总之是要把黑棋全部杀掉啊，而并不是什么围点控就了事了。黑棋长，那么提拐入，再提劫冲，提回去飞，提，这地方的劫其实也挺复杂的啊。这个白棋也是，招招紧凑，点在这儿，黑棋必须硬啊，往里进。这如果去消劫，白棋再走一手，肯定又是要杀黑棋，所以黑棋往里钻，提回去，提，好，走到这儿呢，白棋再提，点是劫材，这个不能不沾。中间硬手，因为黑棋除了这块棋啊，黑棋其他地方都厚极了，这个角一个劫材都没有，这边厚的不得了，一个劫材都没有，所以白棋也只有牢牢的揪住黑棋这块来跟黑棋打劫，尖在这里。好在呢，黑棋一手棋解消不掉啊，提了这个之后，还得打赢这个劫再提才算完成。所以白棋可以不断的纠缠，从外边攻过来，黑棋从这儿连回去。
以及跳。再踢，黑的一挡，这个挡呢本身就死活来讲它不是先手啊，那白棋终于是可以把这个劫给解消了，白棋把劫解消啊，解消之前先冲了一下，然后消劫，但相对来讲这个劫对于黑棋来说它负担也不重，就算被你消了，哎，它这个损失也不大，损失也 不算特别的大。那么黑的扳，扳完之后一路扳，这个局部呢是一个双活，白棋弯在这里挤先手，然后只要能挤到这一下先手就双活了啊，但是如果挤不到的话就死了。白棋先没有处理这里，而是打入，趁着这边劫打赢了，趁胜追击攻黑棋这块，黑的如果胆敢在这补一手杀这个的话，那边恐怕要被全部吞掉。黑的尖冲刺一下，这虽然有断点，但是白棋不可能去断，被黑棋这样打了冲过来，白的得不偿失，所以刺掉然后再爬，威胁黑棋眼位，拐出，跳一个，那个寻求眼位。那么白棋这打入 B 的，你跳一个，白的已经便宜了一些。啊，这边冲，断，冲断是为了寻求这个挤的先手啊。如果白的直接走的话，是可能走不到的。比如说白棋直接这样走，如果直接这样走就不是可能走不到，而是肯定走不到，被黑棋一扳，这个白棋局部就死了。这撞了之后黑棋留着这个扳了做眼，还所以白棋先冲断问黑棋应手，问黑棋应手。黑的如果现在团在这儿来杀白棋呢，白棋这里气很长，这里留下很长的气，然后白的虽然有这个扳完连扳滚包连滚带爬的手段，不过估计白棋不会使这个手段，长这个先手，长先手之后我们看一看，白棋这气很长，即使利用收气做文章，黑棋吃掉这块恐怕也要付出惨重的代价，所以这个看上去黑棋这么强杀是不可取的。那么黑棋选择的打吃，然后再跳，这个应该还是比较正常比较明智的。那么白棋就得到了这个团的先手，让白棋来撞，这样放白棋活，这对黑棋来说是比较好的选择。这本身活了呢，白的也没目，双活活了没目，这一挤已经损了好多目，这里送两个子也送进来很多目数。
所以呢，黑棋这样下要比去一根筋的去杀白棋要明智的多，并且这样黑棋得到先手，把这个一跳。总体感觉这个黑棋通过这一扳段纠缠出这个劫，总的感觉还是挺有收获的。最大的收获就是这一通钻把白棋中府，把中府的潜力给消除了，这是黑棋一个巨大的收获。那么零零碎碎的呢，这里吃到两个子，这逼迫白棋挤一下，这都是黑棋通过打劫逼白棋做活得到的一些实惠。那么损失呢，就是劫打输了之后这块空彻底没了，但这块空呢本身也不好围，本身围也不太容易围，所以还是这个劫总体看起来还是黑的所得，他的所得大于他放弃的东西。爬要进攻这块，因为黑棋跳威胁着要搬，所以白棋爬，黑棋脱力先手便宜一下，这是白棋的权利，然后掉在这里，黑的把两子接回，下一步还是要搬这个，一搬黑棋通连，让白棋从下边走的话，黑棋就后，白棋走这儿，点刺。现在的焦点是黑棋需要加强这块棋，好，加强这块棋。那么下到这儿呢，这个双方劫争结束，黑棋通过打劫还是可以说有满满的收获。那白棋能不能通过威胁黑棋上边这块的薄位，收回一些损失呢？我们先来看实战的进程。黑棋现在唯一薄的就是上边这块，白棋能不能利用这块的薄位来做点文章？打一下，黑的叫吃，白棋打到一下呢，感觉上厚一点，然后封住。这个是慢慢下慢慢收官的态度，把这块空围一点，搬并回来，这一并瞄着这要冲回来，这地方再说明一下，白棋直接冲是冲不回去的，直接冲的话黑棋挡了之后简单粘上就行，简单粘上，白的一提黑棋这一跳或者加，总之白棋是连不上，搬这个白棋并一个，瞄着这冲回来，一起挖粘，这必须得粘上，求个步调，顺势一长，接住之后呢，黑的一扳，粘上，本身这目数就挺大，如果被白棋顶在这儿，黑的就得粘这个了。虎一下，
这都是命令，黑的必须跟着走。之后呢点，哎，好，白棋围这块，顶，再护，好，把这块围住了，黑的那一段。黑棋这块也彻底安心了，白棋呢也中间围了一块，那么打拔，这个就守大关子。尝一下，这里要尖断白棋，这地方贴呢被一般断不了，尝这个瞄着尖断白棋，白的呢断，再接上，就等于把这个尖断和这冲断两个都补上了。现在黑棋这尖断的白棋打完再打吃接不归，冲的话一般断不进去，全都补上了。好，这时候黑棋靠，所以阿尔法的棋，可以说非常敏锐，对方棋形什么地方有那么一丁点薄位，他都会敏锐的牢牢的抓住不放。靠进去，白的一冲，黑的一断，考验白棋怎么走，考验白棋怎么走。白棋如果补在里边，如果补在里面，那么里面肯定是安全，但是呢黑棋这一打吃先手，这块白棋应该也不至于就有问题，不至于就有问题，但是呢恐怕，总之是黑棋可以搜刮它，最低限度这边黑棋的先手关子是可以收到，这一带黑棋断白棋的路，白的大致上最起码得单关连回，然后这两个子恐怕还要不了，而白棋实战呢不肯缩在里边，它是藏在这儿，要求这边连得更安心。那黑棋就开始施展手段搬进去，搬进去这白的只能断，不断这空就破，只能断，掉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黑的中间有各种各样的先手，各种各样先手，这个也就是说白棋从这里想要连它是不太可能的。那么白的还有一种联络方式呢，就是一路小尖来连，但是一路小尖的联络呢可能也会有一定的问题。黑棋比方说挤这个，你得这样连，黑的提掉，这有两个断点，你得这样打吃，黑棋接上，你得接这个，那么上边打吃是先手，也感觉白棋也是有种种的不安啊。最低限度黑棋先手拔一个，感觉应该还有更多的手段。比方说我们就看成这样，尖顶，对，提掉，这个
一路小尖，可能是一条联络的路，但是呢，这个味道也非常的坏啊，味道非常坏。嗯，实战白棋是拖这个，拖这个，这样呢，黑棋先跳，这白棋必须冲断，不冲断这目数就亏损的厉害，这围不住，这也没得选择。接上，好，这一挖，这一挖是手劲，这个白的只能断打，你不能接这个，接这个的话，黑棋这样一打。我们看到这黑棋都是先手，基本上可以看成黑棋次先手，粘也是先手。那么黑的把白棋这断开，白棋被断开了，这黑棋挖，白的断打，黑的也挖打。这也只能提，那么黑棋再一贴，再一贴，这已经贴到这里，我们看这个已经触棋了啊，触棋了，白的。如果虎的话，黑棋这一串打吃全都是先手，这个打吃先手，再一渡在这儿，这白棋被扑死，被黑棋给这个扑死了啊。嗯，那么白的不能虎，只能吃这个，只能吃这个的话，黑棋单长，这要必死白棋，这呢一扑再一打吃通了。好，黑棋宣告这个成功的在白棋控里面走出棋来了，可以说是走出棋来了。那么我们回过头来再替白棋想一点办法啊。如果白棋按我们刚才说的一路小尖怎么样，可能也有问题。黑的这都是先手，白棋就不要指望从上边有通道。那么黑的挤在这儿，白的长的话，黑棋靠这个打吃先手，我们干脆把这棋看成这样，这都是紧住的。那么提的这一提之后，你接上边我扑下面，你接下边我断上边，白的总是还是要被断开，所以被黑棋点在这儿，白的竟然就连不上。那么实战的结果，黑棋确实成功了，这地方黑棋施展了一个漂亮的手段，挖完再挖之后再一贴，白棋只能打吃。然后黑棋一长，这一扑就通了啊！黑棋搬这个是先手，白的要连上，扑通。
打吃，这个在空里面的初期的手段确实精彩。先手提掉三子，成功出棋之后呢，继续收官子，接上。白的那大飞，点。点这个是棋形的要点，白棋靠住。这种地方黑棋如果这么跳，这样收官的就太乏味了。白棋哪怕简单跳一个，也能围住三尾上。点在这儿，将来呢一扳就度过了。即使现在黑棋不走，占了这个要点，我们可以把它看成这样，这个在这要点上占一下也是有好处的。这个白的即使吃掉黑棋，也有加先手啊、立先手啊种种后续的利用。先冲回。要点往里并，挡住。这些每一个官子它究竟价值多少目，其实要把它算得特别精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白棋搬粘，黑棋立，这地方虽然有搬，但是呢现在不成立，被白棋吃这个子把气长出来。黑棋先立，白的一路搬过，把这个搬的毛病给补掉。拐，这有扑，一扑这两个子就掉了。一路搬。白棋如果挡的话，黑棋冲，这次序不能错。先搬，你如果挡，黑棋再冲。然后呢，可以选择先手接，这要吃接不归，让你接回。或者呢，还有一种在现在这个局面下呢，这个局面打吃白棋也是可以粘的，黑棋可以得到这个先手，全都先手收回去。而如果你先冲再搬的话呢，白棋脱先，这黑棋也没什么手段。现在白棋脱先，黑棋可以吃一颗子，一路搬。白的呢先小尖，吃退，虽然被白棋接上，黑棋回吃这个也可以做活，但是目数太亏了，所以提这个还是很大。提掉之后，白的打吃。打的时候黑棋这儿打了一下，团是先手，
班，这个没有意义的亏损劫财开始了。冲，冲完街上，白棋是收了这个冲完街上的官子。而黑棋呢是粘上了。这个地方不粘的话，白棋冲，黑棋粘这个也好，或者粘这个也好，目数都是一样的。白的连冲两下，黑棋一二三，接上等于相当于逆收三目的价值，接上逆收三目。白棋虎回，黑棋判断逆收三目比这个打吃大，他是这么理解，逆收三目之后，这个官子和这个，这是一个后手六目，这俩一人一个，这两个大官子一人一个，这样。但是还有这个长，长一个也差不多是六目棋的样子，六目棋。如果算白棋杜先手的话，黑棋这步棋也有逆收三目，打吃。白棋并，白棋并在这里，那么黑的挤。接上，扑，白棋这扳这扑，连续的这种无意义的先手，一般来说，这个阿尔法围棋对战的时候，它这个通常是形势不利的一方会下这样的棋啊，形势不好要输的一方会下这种扑一下扳一下，走一堆没有意义的先手。不知道在他的算法里面是不是这样，可以增加那么一丁点的胜率。期待黑棋不应就出错了。黑棋走这个，哇！现在这剩下的官子呢？很少了啊，基本上就是先手一目逆收一目之类的。断打，先手一目冲掉，这个是逆收一目。后手一目，
一打吃冲，好，最后这地方还有个结，啊，并没有提结，而是顶在这儿。挤住，这不能被黑棋先手挤一下，挤一下再一团，黑棋这里团出一目棋来了，所以挤一个有一目棋的价值。这个呢是在浪费劫材。同样的，这个也是在浪费劫材。看来黑棋是黑棋啊，这里有一目，这有一目棋，让白棋把劫接上。好，最后还有几手，我们把这棋摆到结束。黑棋收。收单关，这长连上，这显然不可能有棋的地方。从白棋这个招法可以看出来，这是黑棋赢了，因为白棋不停的在不可能有棋的地方一通乱走。接啊，接到这里的时候，第307手接到这里的时候呢，白棋就认输了。那么这盘棋我们简单回顾，给大家简单回顾一下。那么在布局阶段呢，黑棋点的时候，白棋不粘，让黑棋吃两个子。这个是一个怎么说呢？好或者不好，这个。以我的水平是很难判断，但是这是一个很灵活很自由的思路啊，让黑棋把两子棋筋吃掉，这让人有点回想起吴清源大师的有一盘棋，就是别人都认为这棋筋绝对不能死的时候，他很潇洒的就弃掉。那么之后呢，形成一个黑棋很厚，但是白棋中伏潜力非常可观的一个这样一种格局。白棋中伏三尖大跳，然后再飞过去，这都非常潇洒的招法啊。中间白棋这盘棋虽然最后输一点，但是呢还是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去欣赏和学习的地方。那么黑棋这盘棋这有两个最精彩的地方，一个是扳断，在这地方不好补的时候，强行扳断纠缠出头绪来，通过这个打劫呢，得到了很多。再有一个就是靠断之后，在白棋空里面出棋的手法啊，这个非常的锐利。那么总的来说，这还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一局啊。好的。那么这盘精彩的对局呢，今天就为大家讲解到这儿，谢谢您的收看，我们呢下次再见。